今年的抒情歌曲相信是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我们暗恋时听，留恋时听，分手时候听，不管这些情歌是温暖或是伤怀，音乐总有股莫名的力量，让我们感动，引起我们的共鸣，甚至是让我们得到疗愈。到底抒情歌曲的魔力为什么如此之大呢？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情歌。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听音乐频道。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当对方口头示爱的时候，你还略带有点怀疑，但如果对方唱歌告白的话，却有种彻底被征服的感觉。这是因为人类的音乐其实带有一种程式讯号的沟通系统，在我们心中，一首歌传达的讯息比一番话来得可信。怎么说呢？我们人类对唱歌的人的情绪状态会特别的敏锐，如果唱歌的人不带情感或是不投入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发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发现歌手对嘴的时候，我们会这么火大的原因。程式讯号的假说跟爱也有一些关系哦，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情歌会如此动人。假如有人对我们口头是爱，我们有可能会怀疑他的真心，但如果他唱起歌的话，所有疑虑好像就消失了。许多情感丰沛令人印象深刻的流行歌曲探讨的是爱情里的情欲部分，例如前几年还火红的 Despacito 就是如此。有一个名叫克洛威的词曲创作人说，一旦原始人发明了音乐又加上节奏，音乐就有种性暗示，不然还有哪一种人类活动比它更有韵律感呢？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歌曲一定包含讲性的歌，而就我们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歌曲之一，有一首歌的歌词就很露骨，而这时间就需要回溯到6000年前，苏美皇后 Inanna 她为了爱人 Dumuzi 还写下了许多极为写实的诗歌，当然其中就包含很多性爱的描写。很多人会说音乐会触发我们埋藏已久的记忆，这对流行音乐来说特别真切，而这音乐程式讯号也还能保存记忆，还能引发我们的神经化学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演化会对声音情有独钟，音乐会特别能帮助我们表达深刻的情感的原因。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情感载体之所以能在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之间传递讯息，可能就是因为创作者和欣赏者脑中存在着类似的情感经验与心灵意象，而爱情几乎又是大家会经历的，因此在华语乐坛中，情歌一直占有很大的席位。那为什么大多数人会觉得老歌比较好听呢？其实也有相关的研究证实，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对于音乐的品味与挑选有相对应的改变。过去串流音乐平台 Deezer 它就曾经调查千位英国民众听音乐的喜好与习惯，其中发现 60% 的人他表示只会重复听相同的歌单。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年过35岁的人就开始不太听新歌了，可能除了工作太过繁忙，没有闲暇自己去挖掘新歌之外，甚至因为太多选择，让我们不知从何下手。当时 Deezer 平台的音乐编辑 Aidan Reid 他也表示说，有音乐潮台的人很多，让许多人不知道从何下手，这导致人们30多岁时出现了音乐瘫痪的情况。另一个原因是心理预期的因素，有时候听见一首自己喜欢的旧歌时，会不自觉起鸡皮疙瘩，此反应也会刺激大脑释放更多心情愉悦的多巴胺啊、血清素啊、催产素或是其他令人开心有关的化学物质，大脑也会将此刺激当成奖励，甚至在听到扣人心弦的副歌的时候，以及强烈的情绪时，也会出现所谓的负电反应的现象，是不是觉得很酷呢？最后想问大家说，大家心中有没有最喜欢的情歌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拜拜。